上海本帮菜是上海人对本地风味菜的一种叫法，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维洲，我来自上海，爱上海，爱吃上海本帮菜。保护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从我做起。新专辑《The Time》第一篇章《十五分钟的疯狂》已经发行了，你们听过了吗？我的新专辑《The Time》第一篇章，来兄们，我们一起来合照吧。